美国队长奔台北101快闪。美国队长克里斯·艾文在台北秘密出任务又曝光了。迪多维 ，slow motion 一下。家啦，他今天一早现身内湖摄影棚，及时完成点完广告，随行人员约十个人，队长待了4小时打完收工。Hi Chris, Hi, how are you? Chris, can you say something to Chris friends? 队长被酷喊真是很酷啊！你们时间还早，一行人突然想去101逛逛。Hi, how are you? Hi, hi. 感情你叫 Chris 啊 ？How do you feel from Taiwan? 可以开进去，可以开进去。正牌的 Chris 一路哭到底，他去观景台俯瞰台北，待不到半小时，留下美好回忆后，走出101，终于开金口。Hi， 要问他对台北印象如何 ？Great。然后就回到文华东方酒店吃个饭，拿个行李就拜拜回美国啦。英国了 online， 无英哥来哦，拜拜。